九出生的哈哈近年活跃于综艺节目，让大家都快忘记唱歌的他是什么模样。最近他将发行个人单曲《空白》，是继2011年的迷你专辑后相隔十年的作品，令人好奇又期待。而就在6日，歌曲预告出炉，惊喜的是 Running Man 好伙伴光洙竟然现身之中。一开头就看到身穿白色西装的他一脸严肃站在正中央，镜头拉远之后则看到旁边倒着一群男女，到底是怎样的剧情引发众人关注。而光洙为了相隔十年回归的哈哈出演 MV 的义气举动，也让网友大力称赞。虽然光洙在今年已经从 Running Man 下车了，但如兄弟般的好感情是不会变的。真好奇在正式 MV 中演员光洙会带来什么样的表现，以及哈哈的回归之作，都让人十分期待啊。